今天7月21日，风台，其实很期待的吼。你知道不？我台南这啦吼，我台南这吼，最近吼，那个赖清德啦吼，赖市长吼，伊搁咧做市长的时阵啦吼，迄当阵的风台拢会入来，吼，你知无？迄当阵拢风台哦，台湾拢风台拢会入来，啊入来了，你会看边其他吼，恁边仔的县市拢放假吼，台北啊放啊，恁对拢放假吼。你看、人嘉义放假，高雄啊放假，啊台南甲你宣布讲吼，来，咱上半工，上半工吼，你透早甲我来半工较长，连续两道，连续两道，几啊道，我拢放着半工的风台假，拢讲这个市场非常的夭寿啦吼，啊，迄当阵合作赖半天啦，甚至有一道敢若无放假吧，恁全台湾放假，就台南讲无放，你知无？台拢。大家都拢放假，为啥你要做迄个神？为啥你要去做迄个赖神？所以吼，阮即个赖市长啊吼，赖市长欠阮做一个风台假啦吼。啊，我是毋知影讲吼，这风台假敢会当校正回归啦吼？我是感觉这假嘛要校正回归。干恁边个县市拢放着，啊，台南无放着，你安尼唔对吧？你要互阮放转来啊，我嘛要校正回归啊，对无？这个要校正回归啦，去甲迄啥啊？指挥中心建议者吼，这个也要回归一下吼，啊，无安尼唔对，你边仔人拢绑恁来送啊，阮台南的乡亲，台南的市民足痛苦，迄间去上班，一边骑车，一边坐干来交，你敢知影？足痛苦呀吼！啊，后来吼，咱的赖市长无做啊，去行政院啊来过去做副总统啊吼，自伊无做市长了啊吼，风台就拢无入来过啊，这是啥物妖术啊？这到底是伊是做啥物法，还是放啥物符啊？有啥？伊无做市长了，风台就拢无入来过啊？有无？恁家己去回想一下，恁家己回想一下，住台南，恁家己回想一下，自赖市长无做市长了，敢有风台假？敢那无吼？完全就拢无啊吼，风台拢无入来过啊吼！干这真正够夭寿的啦，这啥啦啦？你做市长的时候，你唔好放假，你甲我放咧半工咧。啊，即摆你无做市长，我是讲吼，安尼风台入来，阮这假绝对稳啦，结果拢无放着，拢无放着啦。讲未过，安尼唔对啦，对无？啊，即道看今仔日安尼应该是无希望啊。讲往北偏嘛吼，佮要北偏，安尼应该就是GG 啦吼。按先来讲停权14天的代志好啊吼。这原本我是想讲，昨着要做一个影片来讲这件代志吼，因为恁大家看到新闻就是前几工一个讲花钱就是大爷，一个中风的嘛吼，一个中风的人客叫迄落送去哩。你中风你无方便，我是讲这你嘛无法度嘛，对不？你嘛无法度啊，后来。人送去啦，你迄是啥物态度？人着做勉强啊，送去恁家楼顶，我看你啊是真正无方便，啊要摕互你，啊你伫遐讲细细念，吼，你伫遐讲细细念。我真个敢有讲过，我真个，我直播敢有讲了这件代志。迄若是哇，我是建议啦，恁拄着种人客吼，你就直接送倒去店家，啊无你去用扶贫加衰，直接送倒去店家就好啊，安尼上紧。啊无你搁母甲气噗噗，安尼嘛无好。迄段的钱你就卖谈，先有咧约这件代志嘛吼，结果公司回应吼，公司这边的回应是讲吼，这位外送员吼已经被干那用客诉复评过了到吼，所以变成停权14天。我家己的想法啦，唔是安尼，绝对唔是安尼，代志唔是这简单，咱无法度联络到迄个当事人，啊无叫当事人起来讲上紧，绝对唔是安尼，要是无绝对唔是安尼啦。啊，无你两天14天，因为公斤呢，伊即个我讲伊即个评分制度有问题，嘿，伊就是无差别评权。你讲客人，无，我跟你讲哦，即马不管是客人到底敢有甲你复评，吼、哦，即马卖管哦，你卖去管讲客人人客敢有甲你复评，伊即个评分机制就足奇怪。我一直想要讲这件代志，我主进前我都有讲啊，我进前敢那我直播的小块有讲的吼。啊，即马讲出来，我是惊讲，爱着阁改动啊。因为我做企业，其实吼，我做足久啊啦吼，我做足久啊吼，就是讲吼，伊即个评分制度啊，咱完全毋爱伊是安怎算出来，我就讲，你毋知伊是安怎算出来吼。有个人应该是甲我共款拢走一段，对无？
吼、哦，我之前就讲啊，吼，你若无要走，你就想着吼、哦，半个月甲走一段就好。你走一段一段安尼啦吼，每半个月跑一单结算的时候，你注意去看你的评分，你看你的星星评分是偌济，是不是有小数点？是不是有小数点？吼、哦，有的有出现小数点吼、哦。啊，来若出现小数点的时阵，我问你，你得走一段尔，你得走一段尔，伊评分是咩出现小数点？你家己去想，对吗？你五就五，你四就四，为什么有四点多？对不？为什么有四点几颗星？啊，你也讲，啊，伊敢咪是咱这先就开始推论吼，咱开始推论讲吼，伊敢是三个评价诶平均，对不？三个评价嘛，因为你那点餐料，你也看了最后一个评分是三个吼，三项评分嘛吼。来，你即马个三项评分个平均的嘛，未出现迄个数字，未出现迄个小数点迄个数字。你知无？吼、哦，你家己去看吼、哦，我讲的吼，你们自己去看看，你就知吼。这件代志原本是要甲做成影片来讲，伊个评分根本就怪怪，安怎算啊？因为伊拢讲，伊敢讲吼，低于伊大概讲低于四颗星，三个评分低于四颗星，你也迄个去用靠钱嘛，吼、哦、减五块嘛，啊也无该讲迄到底是，你无敢讲安怎算？会人走一段咧，足侪人一个月，伊个半个月、一个月拢该走一段尔。走一段，你个小数点安怎出来？走一段上好算嘛，对无？迄平均足好算，算一下知啊。爱看了知影讲，你迄有动下手啊？啊无你公司你出来解释一下，对无？公司你出来共大家解释一下，讲你遐安怎算？你遐安怎算？吼、哦，拜托一下，你要做生意，你着较老实咧。吼、哦，卖对员工安尼动脚动手，迄真正吼上过分啊！恁两个平台哦，无共两个平台你点的哦，结果价差加要300块，我问你这你加付的这互相趁去，歹势就是叫熊猫这個平台趁去，迄、那个店家并无趁着这钱，因为店家向抽三成，你猜无？你猜无？所以，只要你不管你是用 Uber 还是熊猫的平台咧叫物件时，你爱注意一件代志哦，就是。伊若无标店内价，基本上你就是享受一层到三层的服务费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呐。你爱付运费的刷，听好哦。你叫外送爱付运费嘛，除非伊免运呐吼。啊，不管啦，你店只要无点着店内价钱，就是你就被迫再被收一到三层的服务费。吼、哦，啊，你也想，咱去食餐厅就享受一层服务费。咱会使去餐厅食物件，食较好的餐厅，咱享受一层服务费就夹到无啦了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对不？大家拢有想到嘛？咱去食一个餐厅，什么吃到饱，什么也收一层服务费，我就在扯干辣椒啊，对不？对不？对不？你即马吃到饱啊，差不多300起跳嘛，对不？300起跳加一声就三十的，加30就差足济啊嘞！安那拢享受，不管安那拢享受。啊，不过咱想讲，咱去现场嘛，咱今仔去现场食嘛，啊，若真正把咱服务到，有把咱服务到，咱。付出的服务费安尼对啊，付的服务费安尼对啊，啊唔过咧，啊唔过安那咧，你叫外送咧，你这是叫外送，你去用收的服务费是安那？你明明就付运费啊，佮你收一到三成的服务费，你不感觉怪怪吗？哦，一间细细间仔的公司会使干爆大财团无？会使甲大财团甲干到倒无？对无？咱使做一个试验，做互伊看。这就人咧讲的啊，你知无？咱争象棋有无？咱象棋兵对无？一个兵你会使去食将军啊，兵可以吃到将军，吃掉他。可是呢，重点是你讲兵可以吃将军很简单，啊，唔过咧，伊边啊有马，边啊有鸡，边啊有枪，边啊有书，对无？伊边啊有贵人守伫遐，啊，你的兵吃不到那个将军，对唔对？啊，你敢有想过讲，他旁边的车、马、象、士，这几个物件是啥物？这代表的就是讲吼，店家以合作的店家，啊来啥物啊？合作的店家，各有遐外送员。假设，咱即马假设，你今天你下面这些人不听你指挥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若唔对你下骹人较好，我即马讲我你公司听啊，我即马讲我你熊猫公司听哦。你不要你以为你个大将军不怕旁边那只兵哦，因为旁边有你的小部署嘛，你的。居你的马在旁边嘛，可以把它吃掉。啊，假设嘞，今天你下面那几个人不听使唤，我爱听你的话。哦，兵哦，来你过，你甲食掉。也讲来，请过，甲你食掉。安尼你咩啦？拜托者，对恁个咧玩更较好诶，
对你的合作伙伴较好诶，唔通安尼乌白母，啊无到时你真正看到一支兵，甲将军食掉，哦，不听你使唤啊，你下面的人不听你使唤啊，谁鸟你去死，你去死，对不？对不？讲了有道理不？对啊，你若无对你下骹人较好诶，到时人家会听你，吼、哦，到时你若真正出代志诶时阵，你出一个大包诶时阵，你一直讲压榨嘛。人即马是咧吞论哦，人是咧忍耐哦。即马人只是咧忍耐尔，啊那一个物件一个点吼，压力锅变去啊。你看咩啦？对，饮水红我想着一件代志，这咱嘛甲大家讲一下吼，甲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咱有看到新闻吼，迄是高雄吧？高雄毋是有一个新闻嘛，讲一个人吼饮水啊，啊来就是咧涉水的时阵，啊来有可能惊讲。迄、那个惊讲会跌倒，啊去爱找一个物件花嘛，对无吼？啊来去摸迄边仔的路顶啦吼，去摸路顶啊，去顶着，顶着啊，敢若昏去吧？啊，买够巧伊吼，讲有急救啦吼，啊买救倒来无啦吼？哦，去摸路顶啊，去顶着啦吼。恁爱知影吼？路顶这物件其实足危险的，路顶吼，啊为虾米嘞？就是。伊接地啦，你知无？迄做者设备，你拢爱做接地啦。啊，讲个这唔爱用查水表无呢？人咧标工程的时候，你知影做接地这物件做成本的啦吼。吼、哦，做接地这物件做成本的啊，所以伊够确实吼、哦。你爱知道？因为咱台湾的工程啊吼，咧包工程吼，拢是最低标啦吼，拢是咧算最低标的吼。就像迄你看最近迄个泰鲁阁的代志吼。哦最低标嘛吼，啊你看，着买四十几条人命，着安尼无影吼。做工程拢是安尼啦吼，啊迄落、那個，所以咧，说你就是，迄路顶吼，接地无一定做了做确实，所以尽量吼，伫遮你嘛尽量再甲大家讲吼，拜托甲大家互大家了解一下，就是迄、那、落、個，迄路顶啊无代志莫去摸吼，不管到落雨啦，再无代志莫去摸啦。都危险的啦，因为你都唔知道有漏电，你唔爱伊做接地，搞做了确实吼，迄、喔、若真正电了电个叽叽叫，吼、喔，其实漏电足恐怖的啦吼、喔，你看迄、那个，大家厝里的电脑你知无？咱电脑主机拢会漏电啊吼、喔，你可能无感觉啊吼，我就常常向电着，为虾米咧？我伫厝拢烫架卡，吼、喔，你若烫架卡的时候，你去摸迄一挂电器设备。漏电你就向电着吼，因为你无穿鞋啊吼，你就感觉麻麻，就是向电着吼。所以电脑的主机基本上拢会电吼，哦，拢会电吼。啊，后来你又发现一件代志吼，你主机若放伫个涂骹啦吼，你主机若是放伫个涂骹的时候，你又发现一件代志，就是下骹会有一挂胶纸的尸体，你知无？胶纸的尸体，迄个主机加迄个什么啊？你的主机啊，你知？你的主机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隙吼，那个缝隙中间吼，会吸伫遐吼，会吸伫迄个缝啦吼。为虾米呢？就是因为漏电。啊，其实你摸还小看麻麻呢，迄其实无足电，迄电压应该无足大啦吼。迄、那个电压无足大，你敢想迄个电压无足大，会使胶纸电死啊？你知无？胶纸这种远古生物，你知无？你要拍袂死啊？哦，做好走的，要甲剁个剁无啥会死。这种远古生物竟然去漏电电死。你现在是主机的漏电哦，你主机的漏电，安尼在电视哦，去电视过来食。你知为虾米要二十八 G 的时阵要松绑无？因为咱伟大的高端一定要出来啊！啊，伊即马就是头前拢甲你轰甲，就是轰甲先甲疫情缀落来，啊，互你看你讲，疫情无遐严重，恁较袂伫遐靠要讲要差买疫苗吼。啊，即马高端一定准备要好啊 ，standby 啊吼。所以咱即马后壁要甲开放落，开放了吼，疫情阁小开，你知无？后壁阁小开，他较莫咧小钱，恁老百姓会惊吼，老百姓会惊是，恁就是讲啊有我着做啦，你知无啦？大概是这個意思啊，哦、知影无？安尼有理。卖策略就是吼，咱来加油瓜店家吼，啊吼店家去救人客吼，店家要救人客足简单啦，就是因用迄个熊猫还是乌伯咧店的时候，啊，互因了解讲吼，恁以后要店的时候用这个平台，用熊宝这个平台吼，伊是店内价吼。吼、哦，啊了，遐个人吼，就用迄个熊宝来点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会造成啥物现象？安尼了吼，熊猫甲 Uber 为着要留人客，
为着要留遐人客落来了吼，伊阁会开一寡优惠。吼，啊，若优惠码的时阵吼，有开免运，也是优惠码的时阵，恁去甲因尽量因买紧吼，啊，就是反正互经营公司烧钱嘛。咱着看伊这大财团，阁偌有本钱吼，看偌济本钱，偌济钱还阁烧，吼，吼尽量去烧。啊，反正有俗的，你着甲点买紧啦吼，无一定讲。咱今仔就是讲，无一定你爱用熊宝，你知无？你无一定爱用熊宝，是你加一个选择。吼、哦，今仔你要叫物件，是你加一个选择。吼、哦，你家去权衡讲，哎、欸，倒一个较好。吼、哦，倒一个对你较有利。吼、哦，你安尼落去用啦。吼、哦，吼啊，店家嘛是啊，店家应该嘛这个应该，因为我问过啦，我去买物件，我问过大家拢对今嘛这个新的平台较有兴趣。哎、欸，我是真正无聊，看着讲，迄熊宝讲吼，伊就是讲是 Google。伊是讲以 Google 的迄个路线落去算迄里程数，我就好奇，哎、欸，敢真正做会到？因为我真正我不当作迄是咧胡乱笑，你安怎？我真正当作是咧胡乱笑啊不！你若真正会使 Google 落去算的话，安尼熊猫甲 Uber 应该拢会做这件代志啊。结果，开下真正咧，真正会使 Google 落去算路线，就真正照 Google 的造出来迄个里程落去算，是真正做会到，对不？人做会到的啊，啊人就是叫你看，该偌济就是偌济，吼、哦。啊，反到头来，咱今仔转来看熊猫。熊猫讲伊的里程数啦，还是啥物里程奖励？咱即摆卖讲伊里程奖励，讲加偌济钱，这拢毋是重点吼、哦。今仔熊猫的里程加偌济，这毋是重点。重点是啥？伊敢讲伊里程的计算方式是用迄个曼哈顿距离，吼、哦。啊，曼哈顿距离这个物件，你去看顶块来解释有足侪啦。好，咱今仔不管啦，伊要来解释拢无要紧吼。啊，你单这个订单跳出来的时阵，你今仔一个订单跳出来吼，店家到人客家，店家到客人这边的距离，你应该给我显示个里程数啊，几公里，几点几公里，你是不是要给我显示？哦，好，我知影讲哦，你的曼哈顿距离算出来是几公里，是几点几？你要让我知道吧，对不？你敢让我知啊？吼、哦，你是曼哈顿算不要紧，不管你要用啥物物件算啊，吼、哦，你要用哪一套公式算都无所谓。今仔真正，你要用对头来算拢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你让我看了几公里啊，对不？为什么你这个不敢让人家看？你的 APP 爬开，你的订单跳出来，永远显示的是几分钟，无公里数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显示公里？为什么你不显示？伊该写几分钟呢？伊该写几分钟呢？啊，该写几分钟的喝酒啊？这今仔的喝酒啊？时间这是什么概念？来，今仔你伫路边咧，你伫路边咧骑车，你路边咧塞车，有的人骑了紧，有的人骑了慢。啊，伊该写时间呐、啊？啊，你该写一分钟啊？一分钟好，一分钟。哎、欸，足奇怪嘞！一分钟这到底是啥物概念呐、啊？啊，那光速嘞，对不？伊甲你写一分钟，还是甲你写零点一拢会使？啊，那光速嘞，光速跑零点一分钟，等于六秒嘛？光速跑六秒，光速跑六秒就好了。我问你爱骑偌久？我问你爱骑偌久就好啊啦！哦，好，零点一哦，这个是零点一分钟哦，对不？你给我写分钟的话，你要有一个。分钟不能代表距离吧？它是时间的时间一个单位的问题啊，对不？一个订款的订单，你的单位就有问题了。明明你应该显示的是距离，你要显示的是距离，为什么你显示的是时间？对不？你哪显示时间？哎、欸，显示时间嘛，这奇怪。对啊，对我讲的啊，如果零点一耶，零点一分钟啊，是用光速下去跑。第二，我上来改谁啊？啊，光速跑零点一分钟，好，六秒钟，光速跑六秒，哇，这180万公里！我干，我靠，我问你要骑偌久了啊？你骑，哦，你可能骑一个月都骑袂到，哦，你要送啊死！啊来，一单偌济钱？一单可能50几块，啊，你送一单送了，你可能会枵死啊！无，你送应该倒贴哦。你看像我180万公里吼，180万公里，伊爱加几道油，遐油钱爱偌济？你家己算好，遐油钱爱偌济？啊来一单，甲你算50块好无？啊是食嘛，一单甲你算100好无？100好无？你搁倒贴咩？你搁倒贴咩咧？迄是啥物单位啦？